要小的，老头大了，气压小了，就是说喷出来就是不匀。没事了，好危险。正常的领导，就是优先去干抢救和堵塞这种。这个水都盖好了。啊，等会我放给你。这个是已经，一旦用过来，你管子怎么了？如果能挑细的这个管子就最好了。啊，就是这个管重了。那东西自己给它排气吧，就这么简单。嗯。两几个垃圾啊？啊？这是几个垃圾啊？不好。然后在我们一排是十几个。哎呦。